What?Well, there's Nemesis, which I think is a little bit similar to me. I think the teams are a lot different that we play on, but he's also in his like first full year of playing. And then there's Yahoo, which I've looked up to a lot as well. I think he plays around his strengths really well, which is kind of playing with Uzi, playing for Uzi. And I feel the same way when I'm kind of playing with Huni. So I think the mid laners are all pretty similar. And then Faker is like maybe one step above the rest. 就想到某一个套路来面对吉亚素跟古拉格斯，哇， okay. 这个哥哥弟弟同时出马，这也是一个蛮针对胡尼的封锁。OK， 阿卡丽也选下来，那阿卡丽这个角色也蛮有趣的，因为他是目前世界大赛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潘森啊，或者是吉亚娜，或者是辛朵拉之外，他的 ban pick 率最高的一个角色。都要比伊泽瑞尔跟凯撒好了非常非常多。我们现在看到这波三登场，先控两等而已哦。无牙素，但马上的话右半边漏弹冲进 ，Effort 顶了一下，就确保了 Teddy 可以安全撤退。OK， 我们先。哇，四个包围网，但是一起靠了过来。啊、对他可以直接 Q 进往左边安全撤退，再打个针之花，可能是要合力的磨过来，而且沿路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察觉到的哦。第一个闪吗？这边的话，这边的位置直接顶了，把人给留住。但二段的位移还是成功的，让 Rocken 安全撤退啊。但这边是比较控制上是双招都交了。哦，现在的话，现在登场要留 Clay 的也是只能赶快交闪现啊。原本想往左边走，但没想到是被 Clash Gaming 一个包夹。对，目前 SKT 已经露出一些隐忧来了，就是他们的理心并没有在前期做到太多事情。Teddy 的话，这次又被留到了。TP 来了 ，TP 已经亮起，要来救 Teddy。乱弹冲击先抵上去，下了虚弱。阿卡丽到场支援，一技能有中，要进去吗？进、欸、去了 ，Faker， 猎群手里先进去，收掉人头，交闪现，安全撤退，拿到手杀。右半边的话，吸血鬼已经提不过来支援了，但是好像打不赢了，反而要赶快往左下角撤退。哇，呼尼买一送一呀、啊！哦，那个逆命，那个逃脱，哇，这是一个五等的阿卡丽，他是没有大绝的，可是刚刚那个一技能，第一次他到底怎么命中？第二次他怎么敢进去？对，我们再看是虚弱下了之后，这边闪现已经先逼掉了，人群之中，哇，中洞，自摸，哇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然后后面这个 TP， 他确定了，他觉得伤害够吗？因为他其实也是五等的。这波Huni还有闪现，所以他应该是血池在前面上路的换血的时候就已经掉了，以前 CD 比较。而且我觉得，哎、欸，来看一下这一波，克里德打了小果下来，上到六等以后，然后你直接先往前顶，后续话，哎、欸，阿素直接进城，哇，这一砍下去，伤害看起来还不太够。嗯，这边没有配合到克里德 的大局，因为他是六等身上有大，但是亚素是直接接了上去，然后让蔡雅后续有直接用大。名不写了，拉回来了，开大了，开大绝直接砍 ，solo kill， 双推头进一步带动他们推塔的节奏，因为他们五个人都是手短的角色。这边这个单杀有一点点太简单了。吸血鬼的一个大问题，他之所以面对二大是很难排，就是在血池的时候还是会被拉回来，你是逃不出这个名物的部分上面。但是来看这波预示者已经吃到剩下六千滴左右了，而且狐狸是直接突破过来 ，TP 已经亮起来了。哇，这边进场，马上的话 ，Effort 先开启自己的怀表撑一下，虽然第一时间要先被秒杀掉，但是侧面 Teddy 直接进场搭配这个伤害先收掉瑞克。哇，夫妻档已经都倒下了 ，Lira 也只能落荒而逃啊！往前可汗再一刀砍一只猪，最后的话要砍这个吸血鬼没有问题 ，Double Kill。哇 ，SKT 这个 TP。下的真的非常果断，而且 Effort 早就已经准备好那个怀表要进去吗？有还是不太敢。然后乖乖拿，伤害不够，差一点点。他想要去逼这个 TP 的团战，但是二炸之他其实在下路已经先把兵线给整理好，所以你会发现这波 CG 其实亏得非常非常大。TP 亮起要来救一下自家的吉亚娜，这边就一起过来防守，这边就赚个护甲就好了。对，大家先赚个钱。为什么要比二塔其实更快到这样的中心？可是他对会战的影响力其实非常低。那另外一个点就是 Devante 他的这个大绝被 F 的怀表给废得到之后，这其实是在现阶段吉亚娜最强势的点。可是在这波完全被 SKT 直接给抵耐掉，那反而是
呼宁因为他的装备跟两个 carry 围在他身边的关系，第一时间直接被移出战场，那就让这个蔡雅其实非常孤立无援。在他大劫下来的瞬间之后，就知道好多山火龙，真的很多。哇，现在上半部吸血鬼也是被霸凌的份，这边要飞进去吗？飞客这次有那么凶没有？感觉在就是在上路这条线路的话，宰制力有比较明显一点。哦，哎，来看一下下半部，这边的话要直接扛着塔，要来开砍啊。这边可汗扛着塔，最后的话还是潇洒的离开，成功活了下来，剩下100滴血。可立德在旁边，甚至是连 Effort 都在旁边做支援。进去了，进去了。Faker 这边的话套的是吸血鬼的大绝，再往后稍微拉开一下。二段的啊，要进去吗？因为 SK 这边带的是双 TP， 那至于 CG 这边的中哦，哇，不行的。但是马上的话，大绝跟上，再一个 Q 技能，哇，收掉了 Faker， 再度单杀了 Huni， 一剑把金人惊人出完了。来看一次上半部的这个单杀，直接连续送一剑，后续话 Q 技能追上，然后在血池结束的瞬间，哇，跟着闪现加 F 的 R。你会发现 Faker 他甚至没有出降智，很简单，等你的酒桶或是李信把对方甩到空中之后，你只要继续跳起来就好了。哇，又直接往前切了！哇，又逼出大绝，很凶残呐！哇，哇，还继续往前推，把这个没定到墙。可惜这个推的话没办法把 Faker 定在墙上，那走外面的话要找机会吗 ？SKT 拿的一点都没有，哦，这是第三条，一定要防守，这种紧张感。18分钟30秒，这边的话大绝先炸。再逼出一个闪现，现在继续往前追，哇，盾眼过来，大绝神龙摆尾一踢。Teddy 要怎么玩游戏？他怎么秀？他会没得秀啊！李信直接过来踹一脚。不是啊，他怎么就死了？我又没有头了。上半部的话，大绝先下，又是 Faker 跟 Huni 这两个人又在打架了。现在的话，一技能命中，二段连续双剑踢过来，这个是火影等级的。这 Huni 心态已经崩了。这真的崩到不行再崩了 ，TP 已经亮起了，中路的外塔也要掉落，攻几个人一起上。好，这边是四个人，很关键哦。动员了这么多人，我总该杀到了吧？Faker 要想办法来逃脱秀了，怎么走？往哪边走？往上走，林松剑，还有大绝又拉开来了，八龙开动喽！哎，路人玩家，路人玩家在哦，哎，来看看这边，不要再打了，狐狸。我交闪现往后撤，用大绝吸口。这个守不守住二大师是最大的问题。这整场比赛已经持续22分钟的问题哦，因为确实是没有人守得住。哇，中路的位置，这边的话有机会来抓 Ever，Ever 血量掉得很低，赶快交闪现，乱冲击往右边逃脱掉 ，TP 亮起来了。他倒了，他被点燃，终究被点燃。我其实大家都会讲，因为其他人真的太耀眼了。相较之下，哇，这边啊，这边的位置直接开踢。哦，这边有大绝有吸到。帅气的进场，大绝有吸到，你的眼睛真的跟不上哎。他到底在看什么？我想问，你觉得他在看什么？就是他要确定那个状况，他要做什么样的决策啊？哇，正面的位置一降落，好不好？这闪现都没得交，这个时机点是完美。就怎么样进中路的话，已经在25分钟的时候成功的拔掉了。下半部的话也是裸的。我现在的话要一砍三了，一个人砍三个人，先砍掉一个吉亚娜，再来砍呼尼。呼尼进入到血池，一出来估计也要死去了吗？马上的进场 ，Teddy 砍掉啦！这场比赛要结束了 ，SKT 人头数16比2，完全碾压。Teddy 刚刚如果没看错的话，他至少在最后面秀一个 EQ 闪。他至少不让他的队友专门于前，还有稍微秀一下操作，哇，起码有点存在感，给我一点镜头啊！我们要恭喜 SKT 26分钟。这场真的是完全压制的 Couch Gaming， 一点机会都没有。这或许是目前世界赛小组赛打下来，实力差距最明显，而且赢得最干净利落的一场比赛。前面的比赛其实你也看到过，有比较多实力落差大的比赛。可是这场比赛很明显的是 ，SKT 不但赢了，而且赢得太完美、太干净利落、太漂亮。啊 ，Faker 笑了，就看到 Faker 还没翻跟斗，他还不够兴奋，还差一点。大家前空翻接一个后空翻，哇 ！SKT 还是展现了他们在这个组别最强的实力啊！目前算是第一个循环打完之后3胜0败，那呼尼看起来的确这场比赛过得真的痛苦。他先被二杀四霸凌，再被 Faker 霸凌，
刚刚呼你那个表情是很有戏的表情。你想说什么？就你要怎么形容？